诶，同学，倾下两句先啦。嗱，呢个，嗱，虽然佢冇着校服，佢学生啱啦，咁就啱啦。问啲唔系学生嘅问题啊，可以啊。我系啊，突然间。你系学生系嘛？好，你读中几啊？读中几啊？中三。亦都系读中三嘅，又系觉得而家啲大学学位够唔够咧？梗唔够啦。梗系唔够啦。如果增加一半好唔好咧？好。原来政府只要拨100亿就可以增加一半大学学位啦。你赞唔赞成政府咁做咧？如果佢做嘅好噶，梗系啦，系咪咁样好过佢用600亿起一条高铁呢？你都未必会搭啦，嗰条高铁。高铁我都唔搭噶啦，住湾仔去搭到咩？系咯，未必会搭到。同埋有第二啲铁路可以代替佢噶嘛？系咪？系啊。啊，好嘢喎，呢个同学啊，所以大家识做啦，12月18号啊。